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海老马。就是老马，你看拍的带小院的比房子也没少拍，但是现在带小院的房子比较少了哈。但是这种带大露台的，带65平大露台的，而且看身后就是海景，这样房子是少之又少。我现在转过来，我给大家拍一拍这套这个带65平大露台的、带精装修的三居室，而且是海景房。我现在转过来给大家拍拍。这个我现在就站在这个露台上啊，这面就是咱们的三沟湾。咱们这个房子的楼下啊，就是咱们的弓箭。就是弓箭是啥的？就是咱们的配套。像咱们这里边有这个什么棋牌室啊、健身房啊，还有音乐室啊。等等吧，就整个地下两，咱们楼下这两层全部都是咱们的配套。这里边像咱们出去的话，就有这个像咖啡厅啊，还有咱们这个业主食堂都在咱们这个楼下是这个65平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露台。看旁边那家都已经做好了，那家啊，从这儿直接开门进，可以进咱们自己家。这南向的一个大客厅啊，餐厅呢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上。南向的主卧啊，这个是一个全明户型啊，都是有窗的，带着精装修的。这个套房子呢，就是交房标准，这是厨房，北向两个次卧，这是三室两厅一卫。这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入户门啊，这里是咱们的地暖管，双气入户的啊，从咱们这一进来，从咱们客厅可以直接到达咱们前面的这个大露台。这个呢是咱们的标配太阳能，就是太阳能和电两用的啊。从这出来就是咱们65平的一个大观景露台，旁边那家都已经做好了啊，那家都已经做好了。下边就是咱们这个，就这样。而且像这个露台呢，离咱们前面的路呢，有很远，大约50米左右。楼下呢就是咱们的，这咱们现在脚踩着的，楼下就是咱们的一些配套。现在在想下楼去玩去，健一个身呢，就方便了。下楼就是，像咱们想打个牌、打个麻将，是不是打个乒乓球？像咱们喜欢健身的去健个身。喜欢琴棋书画的咱们都有，上下两层全是咱们的配套。想观个景呢，也可以趴着看看海，都不用下楼就可以看。在自己家的皮，我认为皮院呢还要舒服一些吧。咱们这个楼下呢，这个是5号楼和6号楼呢，下边就是咱们的这个业主食堂。像5号楼这边呢也有咱们的业主餐厅。可以吃饭呢也很方便，出去也很方便。那这套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像这个项目呢，这一个也是一大亮点，就是咱们东向海，第一呢不潮湿，再一个就是咱们的配套很好，再一个就是品质。像一般的建筑商啊，这个楼像这个边上好多都是用加气块盖起来的，像这个呢它都是一体浇筑成型的，抗震等级也是很高的，这品质呢各方面又很好。而且这栋楼呢是一个小高层。行，这期视频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